来吧，哎，好了，直接打把妞，收三个兵。我不灭 A 一下，W 回血。不灭 A 一下，这样啊，Q 一下接 W，接拉起。挽留，他居然生了！你是真能生，我发现。拉起，一下一过来 A 一下接 W，扣一下接拉起，单杀了，不好意思。权贵阶层以流血杀人。总是行动不不过这波单杀，我给这个千珏一半功劳，因为他给了我点勇气，没有他这点勇气，我杀不了这大虫子。这波单杀有你一半，好吧。死了，让我看一看。这都能打到我？送一波线吧，这大同的。拉起，一下一过来平 A， 平 A， 吃药 A 接 W， 接 Q 接点烟，闪现拉起，四三二一 ，Q 一下，一下一过来 Q 一下，走了。打个眼儿，今天不是你的幸运日，我将确保皮尔特沃克的生存。刚才有些人可能不追了，这不能不追啊，这得追死他。这波线儿呢，我直接回家了。总比死亡的结局更容易接受。哎，不回家啊！这波回家，千珏来不了。先打不了他。一下一过来 A 勾 ，A 接拉起，吃个小饼干。平 A Q 一下 ，W 溜，给大，行，正好让大虫子值点钱。他打不出来，沉默了，给我。哦，
谢谢千珏，给你个爱心。我倒不是说省大招，你知道吧？我想躲他一个 Q 或者是躲他一个 W 的，我不想先放，先放那不被动了吗？无所谓，这大虫子玩不了。我线永远放在这里，连续三波了，我线一直在这儿。别拉起，没办法，这波打不死。我已经很等后边再拿这个人头了，拿不到。马皮不吃了，去也去啊，算了。好像有点厉害啊，几个人啊？两个人。俊杰。这是个出右装的大虫子，还出吧。我的皮孩将在九分钟出现。猴哥没点盾击，没点啊，盾击加不了多少伤害，不乐意点。这把哪个路不行啊？中下不行。刀锋怎么能让皎月给杀了呢？滑滑溜平 A 平 A 一下一回来 A 抽 A 这拉起，这沉默真的很烦哎。现在没大，等个十秒大。嗯，兵线又放在这里了，他们永远没法玩这大虫子。回家了，我们无敌了。塔皮这波不吃了，稍微稳一点，下边把他杀完以后我们再吃塔皮。哼，凯隐等我吸地呢，那凯隐也在等他自己的吸地，我们其实是互相等吸地，他以为他的吸地好了，其实我的吸地也好了。看见大虫子出来没出来？
哇，垃圾！12分钟现在。来，停雷，停雷 ，A， 扣接 W， 闪了。这个 E 怎么能没中呢？我要用啥杀他了？先打吧，溜一下，溜一下，一下，一回来 ，A 接拉起。就说三项要改了，哎，三项要改成三。25攻击力，然后20%冷却，挺好的。但是25攻击力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一回来 ，A 接拉起，给大招点岩抠平 A 走位。哎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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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！溜了啊，兄弟，那皎月要是把我杀了，我们游戏可结束了啊。买个吸血吧，来个提亚马特。我得去帮帮下路了，我这一看呢，这中下得去帮一帮了，然后我们得需要点魔抗。哎，换了，可以。减速扣一下，那是真实伤害，虚弱能有用吗？把下路塔子再拔了啊，他们俩全死了。我先走一走，拉起接拔吧溜，扣一下，感谢拉起。哎呀，他钻墙了，这小子有闪现，我本来没想交闪杀他，知道吧？总体不错。有没有什么魔抗？这把能打一打这皎月的？得要魔抗，智慧默印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出一个玩一玩。蟹手，蟹手都没有啥用呢。蟹手，我先智慧默印搞点魔抗，再出蟹手啊。
一下，兄弟，霸斗 A 阶，拉起一下一回来，收一下1000块。这么烧吗？这寒冰？这寒冰就烧成这样吗？你知道我谁吗？我这叫青钢影，听你的钢门会上瘾。这人怎么回事？白送。这是要打死我呀！地基一旦腐朽，城墙也就长久不了了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话才是快刀吧。我们就吃狗屎。走吧，回家了。下条小龙我们可以要，战利品归战胜者。我不会。这样出吧，这才18分钟吗？为仆则忠，为主则当，这便是道德。这不能打，我们得赶紧收塔。拉起走了 ，A Q 接拉起平 A， 打半溜一下一回来 Q 一下，这脚月挺骚啊。没地方推呀，虽然给对面团灭了吧。拿龙，拿大龙啊，没东西推，20秒根本不够推到对面，这才20分钟，吃点冰扔吧。吃个蛤蟆，跟我打，哎呀，差一点点。皎月来了，皎月又没来就好了。皎月怎么到位了？谢谢猴迷妹的2个飞机。这一都能空吗？不知道啊。卡 bug 了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空了呀，你们也很奇怪是不是？这一都能空，卡 bug 了。那 ADC 怎么往你脸上穿呢？
还好他们没打大龙，我说实话，这要是打大龙就完了。你好，哎呦我天，不能打了啊，别打别打别打，等我等我活了啊，这不能再打了，这寒冰又有闪现，我打个人闪现一个，简直是佛了。乌鸦的走位简直是有点牛逼，我说的。还行，他帮我把那个凯隐的闪现打出来了。打一万个人，我操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来是兄弟们，小龙拿了，就是皎月这个银头不是我们拿的。大龙不太好打吧，嗯，下家我们出春哥，假扮无辜真是浪费时间，自言自立不如绿甲。走吧，要我说真的，先打吧，溜一下，一过来 Q 一下，接拉起，给大躲技能 AQ， 再 Q。麻烦了一手，我们往后走啊，先不打了。这边皎月死了，差不多。一下一过来 ，A 接拉起，接麻烦了，走位。A 出一一过来平 A 接拉起，接麻烦了，接扣一下。也拉起一下，一过来闪现，抽一下，叮，八八六一一走，跳弹，一上台，给我杀兄弟，八八六，这 ADC 打死的呀。这回我们可以打大龙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速度！上个小破皎月，一过来 A Q 接大度 A 接拉起，打大龙。
许多手段。我要你在哪里？慈悲是一种我无法。不盯好了，我有点生疏了，而且太早了，头一把没进入状态，你知道吗？我状态也不是那么特别好。回家出个钢铁合计，出门一下一过来接得吧溜，先破他个罩，我们推下路可以。这乌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乌鸦一下一上来 Q 一下，接拉起，接大度点燃 AQ， 接得吧溜，接一下，接一回来他又闪现。几个人？这波是一波三换一，不知道怎么打。一小一过来 ，AQ 再 Q， 行呗，一个把他刷了。他怎么打人那么痛啊？怎么怼脸上狙了还？我打吧妞！哎，他跑得好快。还打不死，那近三分之一血。给了吧，不要了，给他们。这乌鸦的闪现就这样就浪费了。嗯，春哥可以换一个，换个死亡之舞。这红给千珏吧，我们不需要红 buff。走呗，打吧溜 ，Q 一下，一下一上来 A 接拉起，接大柱接平 A，Q 一下接打吧溜，接拉起，一下一过来 AQ 平 A， 接拉起，接打吧溜，飞了打吧溜 ，Q 一下。再扣一一回来平 A， 他死了，回吸点血，没事，他死定了。嗯，哎呀，失误好多呀。走了，干哈呢？这乌鸦呀！快走吧！别回头了，又给 ADC 给害死了！你可死一边呢去吧，我可不救你。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说你。
真害人呐、啊！真是害人，这乌鸦。等，你最好是别搁中路待着，我跟你说，这种情况，对面有寒冰有大，他再把你射了，赶紧过来团。上波 AD， 这波 AD 闪现应该没好。哎呦，是我。那 ADC 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我差点就上了。勾引我一下，一过来点岩扣，闪现接拉起，接 W 扣一下平 A， 一波。小月不玩了，小月人呢？要我踹一脚。别着急上啊，一下一回来 A 接拉起平 A Q 平 A 接拉起接 W 拿下，杀乌鸦去了。下棋完。